现在你是没看到这个是吧？啊！零零零，我八岁了。这是吧？走。嗯。等你正式提亲的时候，可能你在下聘。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很多动物都是靠嗅觉来分辨同类、方向、颜色。平时一顿饭就这么吃一顿吗？谢谢。想哪个吧，想哪个吧，都没有想过，想着留下唇的嘴。